苹果来跟我联系，我觉得把中国书法的内涵文化力量，让全世界更多的人能感受它。这一首诗最符合。这一首诗讲的西湖，杭州既是一个传统的。 很有保留了很多古代文化的一种精髓的一个城市，它也是一个现代的开放的城市。我觉得在杭州开一个西湖苹果店，给这个城市增加了一个亮点。对书法，就是始终有激情，始终很热爱。 我们的书法的线条要有生命力，要有美感，要有一种自然所赋予的神奇的力量。这首诗引湖上初晴后雨，水光潋滟晴方好，山石空蒙雨亦奇。 欲把西湖比西子，淡妆浓墨总相宜。